哎呀，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，今天早晨还在下，估计今天雨还得下一天，看着不想停这雨。哎呀，冒着雨还得去下线，不想去啊，还是干活的，不想去也得去啊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这冒着雨去下线，这赶来早，不如赶来巧。刚看到个109从眼前过去，但是也赶不上，只能再等个20分钟，等下一趟。哎。关键是到这个龙窑周村儿，他还没这个车。我刚刚搜了这个公交车也搜不着，这个城际公交最下线的这个好像也没开通，到那边还得倒车啊，真麻烦。但是其实是在龙窑境内呢，但是。离内丘没多远，我看地图上也就十几公里，如果开着车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到。哎，没办法，麻烦麻烦点吧。这就是工作呀，由不得自己。拖到了初一，拖不到初五，反正早晚得给我去干。早点干完，早点省心，不想这事儿。哎呀，这会儿这雨又下大了，感觉下的挺猛。早晨这个喝了那叫啥呀？一堆就是现磨的那个，跟那个油茶似的那玩意儿，喝了嘛喝了肚子不得劲。哎呀我，谁知道我这肚子能。吃点杂粮，可能就是，要不然就是没煮熟。我靠，现在这胃还不得劲，又买了个煎饼果子。GoPro 停止录像。哎呀，可能是下大雨了，这你们车上就我一个人。哎呀，没有人出门了，现在。这雨下来，哇，真大！哎呀，这会儿这雨下的真大呀，这不成河了，这都。我估计市里边要是这么大的雨，下了一会儿，估计路面就开始积水了，下一个小时估计就淹了就。尤其像俺家住的那片小区那边，这么大的雨，要是连续下一个小时，那边绝对就堵了，成河了就。这连续闷热好几天，哇塞！今天这个突然间爆发了，我靠！这个雨下了，积攒了多少天的能量，突然间爆发了，好家伙！雨下真大呀！
哎呀，折腾折腾，回来晚了。哎呀，回家，一天下了一天雨。